哦，这么厉害的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哦，对了，哎呀，真的，真的，猜杨迪的。他是比我岁数大吗？不是。他肯定比你年纪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你很大的伤害。你还觉得他比我岁数小？对啊。啊？谁呀、啊？陈笑死我！你们看手机了，要脸吗你哥？他这个他回等会儿，你听我说，他干嘛了？他回头看，他这边有个手机，对吧？他回头拿手机扒了一下自己脸，回头跟我说：“陈晓，陈晓。”王林凯。不是，也作弊了，也作弊了。作弊了，今天洗碗，他们俩。对。对。他们一天都洗碗了，你这玩游戏没说要洗碗，咱们是娱乐一下，放松一下吗？玩游戏没说要洗碗，作弊要洗碗。我还在拼命猜呢，猜不出来。你猜不出来？他是帅哥吗？帅。帅晕了。帅晕了那种。你说他帅，没有一个男的不服。梁朝伟啊。哎，方向对，方向对了，方向对了，是那个方向了。梁朝伟的方向反而对了，港台艺人啊，方向还对了，王祖蓝啊。真不想回答你，有个字，甚至有个字儿都对了。哦，这个提示也很明显啊，这还猜不到？还猜不到？李哥，你这样都猜不出来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疯了。港台艺人组，组很清晰了。男艺人组很帅，组男神组，比你岁数大，你从小就看他的片长大的组，一个男的名字里有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啊！组谁呀、啊？姓吴，姓吴。吴彦祖，对，祖在后面，那你祖哪有祖在前面呢？谁跟你说祖在前面？祖在前面叫祖宗。你快猜，你快猜，我是胡一天吗？是是，但是跟他同期，我觉得是张新成。哎，对了，也不是很难嘛，做个动作。我这还有艺名，还有那个什么本名。我给你做个动作。嗯。你那也太简单了，你动作一做。对呀、啊。孙悟空。对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六小龄童。啊。真的。这还偏门？我的其实一点不偏门。对啊。我这个才偏门吧？哎，不是。我肯定比吴彦祖小啊！真的吗？你们好大的侮辱！吴彦祖有四十了吧？你没有四十吗？我四十。迪哥，对不起。吴彦祖，我才三十六，在他们眼里你可能都快六十了。我搜一下吴彦祖，气死我了。四十八了，吴彦祖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差两岁五十了都，你们还觉得他比我小？我在你们心中五十多岁还在天天跟你们录节目，不是，真是有没想到，我看起来像四十八九。Hello 啊，朋友们 ，Hello 啊，朋友们，你终于来了，哇哦，张元奇回来了，终于来了，这个地也太难拖了吧 ，Hello。我终于到了，朋友们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接下来我们活动是去挤牛奶，走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嗯，这还有一棵树，挺漂亮的。就是这里，这个是奶牛。这个不是吧，这个牛有点帅呀、啊。我们下一个活动点就在这儿。吉他呀。
不敢举啊，是吧？他的脚也太锋利了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很温顺的。不是，我以为是那种白白的。对啊，我也以为是奶牛。奶牛啊。他真的是奶牛吗？他看我们来，他在往后退。哎，是太多陌生人了，所以会往后退一点。你好，不要害怕啊。我们往后退吧。然后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边挤牛奶通常会用绳子捆一下它的后面两条腿，啊，就防止它蹬人是吧？对。然后我们那个挤牛奶一个方法就是由上到下，就是两个手交替来，就这样轮流交替。对。我自己捆好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好。好。加油。他真的很温顺吗？他好像他摇头了，他说不。他 no 了，默哀我。等一下，我拿一点饲料。对对对对对，先让他吃饱。你看他对吃的还是感兴趣的。嗯。你也想吃？嗯。哇，这小牛好可爱。小牛过来。嗯，哞哞哞。嗯，这个时候你偷偷在他后面摸一下他背，他是不是吓坏了？他一脚踢飞你，把你蹬得起飞。现在可以慢慢来试一下。我有点怕，要不你跟他，要不你先去。那我先去。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。不怕啊，没事啊。我从没挤过牛奶。我也从来没有。我当时之前挤过一次，但是是那种奶牛吧？对，就一看就很明显知道怎么挤的那种。学习一下，先挤里面那个。在哪？在这儿。对，从上到下。怎么没有动静啊？看没有。哦。就一直往下。就很用力吗？不用，从上到下稍微用一下力就行。来。挤出来了吗？挤不出来啊。紧张了。揉着下来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出来一点儿。有出来吗？嗯。哎呀！哦，出来了。